Hello， 我酱哥，今天带大家去看这个洛圣都超大的金字塔。我们先起飞一下。哦，看到没有？三角形的。哇，这地图超大了，不知道改了多久啊。超壮观的啦。那下面是什么东西？尖尖的。我听说这下面好像还有一些据点哦。哎，这什么？看起来像是个海滩的样子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有人在驻守啦。哦，有军事基地在这里。大，这地图超大的。哎，等等等，有个入口在这里，有个入口。跳伞，跳伞，跳伞！开伞，开伞，快快快快！这什么东西啊？Oh no! Oh no! 啊！好了，我们实际去闯一下，那个洞应该是入口吧？这个，光骑这一段路就超久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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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入口吧？这个。啊！滑滑下去，滑下去，滑下去。Oh no! 我车子下来，车子下来，车子下来。哎，他着火了是吗？他冒烟了他。啊，我的雅马哈，我的雅马哈有没有受伤啊？雅马哈 MT-03 哦。我们绕过去啊，看看他是不是有入口啊？怎么进去的？看起来是没有路啊！哇，飞跃，飞跃，哎，完全不知道在哪里，有没有？哇！啊，看来只有个地方可以进去啊，就是上面的洞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可以四级哇！这边有个刀墙啊，这个墙怎么高啊？沙做的墙子。哦咻！好哦，这怎么上去啊？不会是要爬上去吧？这个，试试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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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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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超滑的这个，天哪，好像走的比较快啊！啊，惨了，哦。上不去啦，车子下不来了。我们就直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不行不行，这也不太好上去啊。哦咻，直接看一下，所以入口是这里吧？好像是，入口是这里没有错，但是他要怎么上来？他如果从这边，你看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雕像，好不好？这是雕像啊，雕像放在这里，
他想要表达什么？OK，Anyway，我们就从入口处进去好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把富兰克林放这里。天哪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，他是无敌的，不然他就早就挂了吧。好啦，富兰克林，我们就慢慢的走下去，好不好？慢慢走下去。看起来，有一台摩托车在下面。哎呦，这哪一台啊？不是我那一台吧？这是哪一台车啊？OK， 探险 RS， 咱们下去看一下。哎呦喂啊！沿路都是摩托车啊！下面是什么啦？看起来还要很久哦，这是到哪里的？两条路。应该有金币吧，或是什么宝物啊。这里像虫洞哎，通到哪里去了、啊？哎呦喂，这往上吧，往下。仔细的藏哎，困住了啦！这到哪边啊？天哪，我好像迷路了，他好像就是困在这里，他好像可以通到哪边啊？我想要直接再往前吗？这个啊，不行，我放弃了，这个怎么走？去哪里了 ？OK， 那有只手在这里耶！哇，这最下面就对了啦，好不好？最下面，这个怎么出去啊？我想要飞上去了，咱们出去吧，富兰克林，我们直接飞出去。好的。哇，最下面有只大手哎！我不知道，可是我迷路了。我们直接去挑战一下那个绿洲跟那个佣兵的地方，不晓得在哪里、啊。刚才看到飞机场，对，飞机场那边应该有。哦，好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哇塞，到了小绿洲了，这看起来像是小型沙滩。哎呦，他们怎么过来的、啊？还有车子。别闹了，好不好？
哦呦，哇，这里居然有一艘飞碟，这个飞碟好大，飞碟还有台车啊。来，飞碟坠毁了。哇哦！啊，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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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哈哈！好了 ，Anyway， 我们的模组先要到这边，好吧？那喜欢这个模组呢，记得去下载啊，还蛮大的，超大的地图啊，各位。那我们这次先到这边了，拜拜。